我就想找一个男的。哦，找个男的，小伙啊，口味太重了。不，你说什么呢，阿姨？我是司机，我来接我们老板，我们老板是男的。闹了半天，你是给老板开车的司机呀？阿姨，这么半天就你自己个闹来着。哎，没事。老板咋样啊？我们老板，我们老板可太横了。不过他之前结过一次婚，这个媳妇好吃懒做，嫌他穷，大年三十晚上就给留一跨栏背心，就给撵走了。你们老板朱买臣呢？你咋知道呢？不是，你是不是泡我呢？你方便面呢？我泡你。不就朱买臣那个熊样，他能开宝马还雇司机？你可别狗眼看人低。我们老板自从被抛弃过以后，那是拼命打工玩命挣钱。我跟你讲，就矿就俩。几个？俩。俩矿啊？必须的。你到了？哎，老板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。买臣，哎呀，买臣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这是喊我呢。老公。哎呀。老公，你说世界上就一个朱买臣，我不叫你，我能起来呀？我不叫你，我叫谁呀？老板。他是谁？老板娘。哎，老板娘啊！哎，别听他的，你只有老板没有娘啊！别闹，人家前两年那是跟你闹着玩的。走，回家啊，宝贝儿。嗯嗯。等等等等等会儿。嗯。回家？不回家还开房啊？有钱也不能那么任性啊！不是，我是你这人现在是。哎呀，买臣。我的郎，你想一想，走心远去的童年，咱俩从小。没猪吗？上过一个幼儿园。麦晨，你听过我的歌？麦晨，你牵过我的手？麦晨，你亲过我的脸？一遍又一遍。行了你。哎呀，不许闹了。